重庆又是一座周深通城，到处都是周深的应援，观音桥大屏、李子坝轻轨、洪崖洞，还有灯光秀，重庆的应援太给力了。今天下午周深彩排，对于迷子们来说，即使已经买到明日演唱会门票，也依然会无比珍惜每一次听周深现场彩排的机会。每一场特别的演唱会，每一个浪漫的夜晚，深深和生迷们彼此珍惜着，每一次相聚都满怀期待。我的生命，你们好吗？我们一定要都好好的，好不好？周深作为内地最年轻的体育场巡演歌手，自从今年五月份开启巡回演唱会以来，便几乎场场秒售罄。二级市场溢价更是一票难求，刚在上月结束了鸟巢连开两天13万人的视听盛宴，马上10月6、7日又将迎来他重庆场二连开。不得不说，不愧是被称为拥有现象级称号演唱会的周深。一个人给我一些温柔，后面男的我就消失了。几点最后，谢谢你们看到了渺小的我，也谢谢你们给我不朽的爱。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唱多久。也许总会是我的河南，河的河南能够走进你们的生命当中陪伴你们，但是哪怕是一首歌的时间，半首歌的时间，我都非常荣幸。错过，兄弟们在吗？你们会忘记我吗？莫雨的人可能永远不能忘记你，那完了，你们永远都不能忘记我了。还好能用这首歌陪伴你的生活。爱你们，我爱你们，谢谢你们，我爱你们。那个人也可以是我。爱你们，我爱你们，我爱你们，陪伴你的生活。我的名字是。我说实话，我其实有一点点，就是大家听过一个词叫做不配得感吗？跟我一起好吗？留在舞台上真的很难的，没有那么简单的。时间抛弃我，拜拜。那个时候我是不是很多时候就真的是希望，无论是什么时候，哪怕是很多很多年之后，还有一首歌能够让大家想起我，能够让大家觉得啊，曾经有个歌手周深来过，然后任何一个时刻歌手周深都能够陪伴着他们，我觉得就是最幸福最幸福的事情。无论你在哪，我都在这里。我真的好幸福啊。希望们发出的光芒的光子会在宇宙的另外一端，很多年之后会相遇，我们就又一次见面。众所周知，10月7号是假期的最后一天，次日假难请，各地旅游人士纷纷返乡，赶在黄金周假期最后，在非演唱会热门城市两天连开体育场演唱会的真的没几个。更有甚者，周深重庆场更是把内场座位加到了跑道上，真可谓是极限加座开座了，无一不显示着周深演唱会口碑的顶级和号召能力。即便如此，在种种不利因素下，
周深演唱会门票依旧是很快售罄，一个人撑起两天将近90,000人的场子。之前便有业内称周深的演唱会为现象级别，在今年已经冷却的大环境下，却依然火热逆流而上，一票难求，破千层不限年龄、职业、性别。在如今歌手环境遇冷、演唱会市场下行的环境，可谓是独树一帜，温暖如春。今年周深的演唱会和专辑实现了两手都要抓，两手都要硬。如今周深新专辑《反身代词》全网销量已经突破4400万，新专辑是周深的自我表达，个性而自信，首首精品。这不仅是一张音乐专辑，更是周深内心世界的一次全面敞开与深刻探索。周深没有延续很红很阳光的既定印象，而是将自己多年的音乐积淀与人生经历融入其中，以12首曲目为载体，带领我们经历了一场从炙热到沉静，从坍塌到重建的全身心释放过程。反身代词不仅是周深对内心世界的敞开与导览，更是他对自己音乐生涯的一次深刻总结与勇敢探索。我们或许习惯了忽略、敷衍、逃避那些反直情绪，但周深告诉我们，那些被遗忘的情绪都值得被正视、理解与表达。这就是反身代词最珍贵的地方，也是周深用心与音乐努力完成的沉淀与升华。的举动，然后包括你们的越来越好，你们传来的很多越来越好的消息，考上了你们心仪的大学，你们变成了越来越强大的自己，这一点都会给我让我觉得我的这一生没有白来。你们会让我觉得很值得走到今天的这一步。让我欢迎歌手周深。周深，周深，周深。年度男歌手哎，我永远都相信事在人为。只要你需要，我就在这里。谢谢你们，谢谢生命，我会继续唱歌的，我会加油的，我会继续加油的。我是歌手周深，谢谢你们愿意照亮我，你们都是我的光亮。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在舞台上撑多少年，但是谢谢你们。我说实话，我其实有一点点，就是大家听过一个词叫做“不配得感吗？”哇，这个好可爱啊！我们继续用爱缝合彼此，好吗？我努力都不用，我爱你懂吗？3、2、1。就会画在这棵许愿树上。不对，你们在，现在非常有关系的事情。猜一下我在哪里啊？我在你们的心里啊。你只要听到我，你就给了我非常大的善意。很荣幸可以在你的人生当中出现，哪怕只有10秒副歌的时间。能够被听见，甚至是能够被喜欢，是一个非常幸福，也是非常意外，从来都没有想过的一个惊喜。我是最棒的，爱你们。